台湾，一个南北狭长、四面环海的海岛，面积不大，但位于板块交界处，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形地貌，也因跨越不同的气候带，孕育着丰富的自然资源。为了保护优美的自然景观与维护生态多样性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心力。然而，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产业的转型，许多优良农地及山坡地不断地被违规开发使用，土地上多了一间又一间的违规工厂，土地变得坑坑巴巴，失去了它原本该有的样子。土壤污染、废气废水及山林的破坏，让我们住不安全，食不安心。最终，土石流、有毒作物等灾害伴随而来，这是大自然给我们最严厉的警告。违规使用将面临罚锾、有期徒刑，违章建筑也会停止供水供电，甚至强制拆除，原本免税的农地也会面临相关税负。贪图一时方便，除了破坏环境，也让荷包大失血。使用土地前先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，避免破坏环境，也避免违规处罚。地球只有一个，合法使用土地，保护自然环境，是你我的责任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永续的观念长存心中，一起迈向更美好的未来。